因为我是演员出身嘛，不是 model 或是平面模特儿那种，所以我平面拍摄的经验并不是太多。摄影师叫你要很霸气，但我觉得好像霸气的话，你动作也不能太多啊，不然就可爱掉了嘛。拍戏是一种好玩啊，拍照也是另外一种好玩，我都很喜欢。很开心能够参与女孩的演出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，想要把这个频道做好。之前有一次被 PO 上 PTT 的表特版，然后推文小小爆了之后，就陆陆续续有节目的邀约，然后慢慢的也开始尝试了广告还有戏剧。其实我没什么拍照的经验，所以在现场看到其他演员他们能够快速的变换姿势跟表情，我就觉得很厉害，他们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对象。去年暑假的时候，我妈把三立学院的连结丢给我，叫我暑假没有事的时候去上上课。之后有演一些偶像剧，然后在因缘机会下，然后加入了女孩要干嘛的这个团队，所以我觉得还蛮荣幸的。